来，天生我有才。我们来进入到职场情商课堂。上班电梯里，上级对你说：“啊，你最近表现不错，有什么困难需要我解决的吗？”你认为他是真想为你解决问题，还是 是本身就会存在问题，可能我没有看到？我这个时候需要做的是看一下自己所做的工作到底有没有一些什么。你说他在暗示你的工作出了问题？ 对，肯定会这样。还有别的意思没有？那就是真的关怀我了，那就只有这两种意思。对，你这两个差别好大啊。我更倾向于第二种。那如果说这电梯里面是男上司和女上司的区别会有不同吗？肯定会有啊。女上司的话就更倾向于就是我说的就比较偏关怀一些。啊，你有过女上司没有？我财务总，但是不是我的直属领导啊。直属上司有没有？没有，一个都没有啊。那你有过女下属？女下属有一个。你说过这样的话吗？对于自己的下属？没说过。你一般都怎么说？如果真的他工作有问题，我是比较直接这样的，直接说你有问题。你把这个事情帮我弄一弄。好，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小伙子的情商怎么样。来，我觉得他基本上判断的两个是对的。那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我觉得有两种可能哈。一个是在电梯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头，其实我们经常要没话找话的，比方说可能说说你的服装，或者说哎最近干得不错，这是一种可能，就别太当真。第二种的话呢，就是他在告诉你，我其实一直在看着你的。这句话我经常讲，其实这句话就是表示我对他的支持，然后我鼓励他，就是告诉他你只管努力，然后我在背后支持你。还有一种，我会觉得是我经常会，我知道了一些事儿，但是你没有说，而且你表现得非常正常。其实，在我的公司，我会希望说给到这些员工支持，就是如果你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，你告诉我。我觉得是你们想复杂了。其实就是上班电梯里他碰到他了，就随便说了这么一句话。对啊，如果是真的是刻意的关系，他肯定把你单独叫到办公室，或者在特定的场合上班，这是第一个关键词。第二个，电梯里碰到你了，就随意说这么一句话，就是客套话，所以不用那么想那么多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标准解释啊。领导让你积极汇报工作，你近期的一些工作出现了一些问题。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你之前做的是那个实体产品。那其实像我们两个公司，一个是做这个活动的啊，然后呢面对都是弊端的了。那么另外一个呢，我们是做这个青少年培训的，那我们未来呢也是需要销售，那虽然是面对 C 端，那么未来也有这种市场拓展的工作。然后但是我们同样都是这种就是不是实体的，都是服务型的。那你对服务型的这种东西的销售，你有没有过了解，有没有过认知，或者你怎么看它，或者你有没有信心去做呢？我是有信心去做的。我认为产品不太存在甲方的产品好卖，乙方的销售工作就比较难做，我认为是不成立的。在传统端服务端的产品是更能体现出一个人的销售价值是存在的。我很喜欢挑战这样的工作。你是只去做大 B 的销售，还是说你可以接受从 C 端做起？太低端，我肯定是不做的，赵总。明白。那实际上他也是做 B2B 的，他是做渠道的，对吧？对。实际上和你挺相似的。我和我这儿都是有点问题，就我想问你，如果说你来，我在青岛，当然是给你提供青岛的岗位。就是如果说我们让你做我们，比如说咨询类的这样的销售的话，你觉得你能胜任吗？因为他对方案和产品就是我们的，你看我们产品战略、营销、品牌还有企业文化四块，你觉得你能胜任吗？我通过几个月的产品学习，我相信我自己能够胜任的。早起文创旗下控股了一家下班加油站互联网企业的领军者大学。那每一年呢，我们会提供企业的员工提供综合效能提升的解决方案，大概有200多类不同的门类的课程。那我们其中一个业务就是 2B 业务，另外一端呢是 2C 业务。我觉得你比较适合去做 2B 的市场，比如说跟大型的企业去统一的进行采买，甚至是合作服务这种方式。但是我比较就是好奇的是关于一个跨门类的问题，因为我没有看到你的学习这方面的能力。比如说过去呢，你的长项是在这个3C 数码这个领域，但是现在呢就要跨行到教育这个领域，你能挑战能做到吗？我还是这句话，我在销售方面的学习能力是可以的。给我2到3个月的学习产品的时间，我相信我自己能做得到。好，来小兵。吴松涛是一个非常乐观开朗的人，对待工作也十分努力认真。和吴松涛最匹配的是斯凯勒的曾花。曾花姐姐和吴松涛的性格非常像，两个人都非常开朗阳光。和吴松涛最不匹配的是聚焦摄影的刘文君。刘老师非常专注摄影行业，而吴松涛对这个领域有些陌生。好，来第二轮选择去火流。
三盏灯全给。来，从赵小叶开始。啊，我给你提供的是我们迎朗文化的活动项目的销售岗位。是工作地点是在？在北京。下班交站互联网企业大学为你提供的是一个销售的岗位，8K 是底薪。那么再往上走呢，我们的销售的配比提成是比较高的，我们是在总净利润当中分10%给到你。张萌是北京啊。那个我给你提供的是我们咨询事业部和内训事业部的这个销售，你可以选一个啊。这个我给你的这个工资呢不是特别高，就是6000加，是因为呢我认为你还是转型需要有一个这个实习期，地点是在青岛。好，考虑一下，灭掉一盏，留下两盏。我真的很想留在青岛，但是这个其实是。好，有请张萌和赵小叶谈钱不伤感情。给自己主动加。好，你可以一人问个问题。咱们迎朗这文化这边这个目前的岗位是没有人在做，对吗？对，因为我们之前都是客户落客户来的，但是、点对点的样是吗？对，因为我们活动的这个特点就是说，我每做一场有几千几百人来，他们来到的人，然后其实他们请的这些嘉宾，他们都会说，哎呦，这感觉很好，然后就会找到谁做的呀，然后哎，你再帮我做一个吧，我们会这样去拓展客户。然后但是呢，这个的问题就在于说，每一个客户都会找到我，然后呢都是我的朋友，然后呢到下一次再做活动的时候，还是会需要我去总要出面啊对接，那对我的就这公司的这个发展来说，我的精力跟不上。好，所以我是觉得。觉得如果有新人去拓展这个，我想尝试一下。OK。那这个，那这边是就是这个岗位，贵公司做的比较好的销售人员的平均薪水年化大概能达到多少钱？大概在60到80万左右，做得好的话能到100万。OK。好了，好了，考虑10秒，做出你最后的选择。迎朗加油站，谢谢，再见。你的选择是，去吧。下一次应聘有经验了啊，再见。嗯。他们对于我的业绩方面根本就没有深究，我是职业做销售的，我的数据是很漂亮的。找到的工作还算是满意的，然后呢肯定更好的为企业服务，然后毕竟在产品上算个小白，认真的学习好产品。